陈芊芊男主丁禹兮生图曝光，戏里戏外差别大，网友一个天一个地。6月7日，网上曝光了一组综艺青春环游记录透照，照片中范丞丞、贾玲、杨迪、朗朗、丁禹兮、吉娜、周深众多明星穿着可爱道具服装，对着镜头搞怪比爷，看起来节目录制十分开心顺利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处在 C 位的五月男友丁禹兮，近期因传闻中的陈芊芊中韩烁一角，受到众多迷妹追捧。照片中他一身白衣，再现韩烁造型，对着镜头搞怪，让人挪不开眼。但是不少网友在看完照片后评论，戏里戏外的颜值一个天一个地，人设滤镜强大，声称此次录透声图没有了剧中的帅气，和剧中人物形象差别太大。丁禹兮在传闻中的陈芊芊中，凭借帅气潇洒的古装扮相收获众多迷妹。其实丁禹兮的走红并非一味的靠着高颜值，粉丝更多的是喜欢他本人的态度和想法，欣赏他塑造角色的能力，也期待演员丁禹兮未来更好的发展。